11月16日，据白鹿视频报道，网红小豆豆发布道歉信，称其为获取流量冒充骑手虚假摆拍送外卖的擦边视频及照片，给公众带来误解的同时损害了骑手群体形象，向所有骑手诚恳道歉。此类年轻女性身着其手工服及丝袜送外卖的擦边视频及照片，曾被自媒体解读为新型卖淫模式，经核实均为谣言。相关外卖平台负责人表示，各类虚假摆拍现象严重误导公众认知，将坚决维护平台及骑手群体的合法权益。